我看你这不一样，先生花钱买那个木工车子，像中国的一样。我家，你像中国的。但不允许来请外面的老师来上课，教材面六百多块。经费有限了，经费，经费不能乱用。还有工作，我们财务是标准的，是上标准的助理，可以的，可以了，做一下助理。哦。那五十二，我等你。安尼好，还无联络着呢。是哦，安尼这边恁妈咧。安尼可能唔练啦吼，他唔练吼。唔练咯。嘿，嘿，安尼唔练咯。我叫讲，逐逐。